Phantom 4系列飞行器除了使用移动端 App 进行升级，我们还可以使用 PC 端的 Assistant 2调参软件升级飞行器固件。我们以 Phantom 4 Pro 为你演示通过 Assistant 2固件升级的方法，同时也适用于 Phantom 4 Advanced。 开启飞行器，使用 USB 线将飞行器与电脑连接，打开 Assistant 2软件，点击右上角用户登录，使用您的 DJI 账号登录。登录成功后，点击 Phantom 4 Pro， 点击左侧的固件升级，选择合适的固件版本，点击升级，点击开始升级，等待电脑下载固件包。下载完成后会自动开始升级。注意，升级过程大约需要15分钟，请确保电脑连接至网络，飞行器升级过程中正常供电。升级过程中不要关闭 Assistant 2软件，不要断开 USB 连接。云台变软，机壁灯异常闪烁，飞行器自动重启都属于正常现象，请您等待升级完成。升级成功后请重启电源，如果升级失败请重启飞行器尝试再次升级。如果多次升级失败，请您联系 DJI 售后技术支持。感谢您的观看。